来，碎你蛋三千，你这没人叫的。英哥听得到吗？啊，友军别废话，三秒钟，快点。我想走线去美国。嗯，抓紧出发，到机多了给我发个信息，我给你随500元份子啊。来下一位，取消静音，我醉玉眠。英哥能听着吗？啊，能听着，你说。我那啥呀，我决定要揭穿你的嘴脸，你先听我说行不行？来，你先说。干哈呢？搁那块后空翻要起范儿啊，哥们儿。卡呢？你卡，你能不能说就完了？好，我说，我呢，我是一个在国内呢混的狗嘚儿不是的，啊，然后我觉得，我只要各种方式听到那些收钱的中介忽悠，我走线也好啊，怎么着也好啊，我到了美国，我传点美国那种香甜的 free damn 的空气，我刷3个月盘子，我就能过上人山生活，我雇你上我家给我打工来，啊。完了，有没有这种可能？有，你别说3月，你干2月，英嫂都跟你了。别往上抬了，紧说一会儿完事儿了，要连人，怎么还往上抬呢？那管理不开声音吗？你俩月英嫂能跟我是不是？那俩月英嫂能跟你？你兜里揣6000块钱，你相当洋活了。你刷碗1月3000，你分逼别花。2月6000，英嫂跟你了。我喘气儿不就行了吗？我还花啥钱呢？你喘气儿就给你钱了。阿美利克的，我刷盘子呀，我不花钱呢。你瞅你那个损出吧，你嘟了个大嘴，你早点睡觉吧你。